接下来，请我们的 Travis 还有富邦 Angels， 谢谢，请来录广告。你是队友吗？ 辛苦的 Travis， 还有富邦 Angels， 配合着七夕情人节，我们带幕一起来浪漫。 七局下半场的进攻，七局打，目前两队形成4-4的平手，谢谢辛苦 Travis 还有富邦 Angels， 谢谢辛苦。是的，在下礼拜假日，也就是我们8月13、14号，正是我们下半季第一个主题日全面攻占。记得我们到时候进场的话，我们现在手上所拿的就是我们进场的赠品，我们冲锋迷彩的两杆金，分别有陈宏文、江少庆、申浩伟、戴培峰以及范国成。 只限乐区才有，平日有价票券，我们只限乐区，连续两天，好不好？随机赠送，请各位好好把握一下，在我们全面攻占的主题日的进场赠品，而且同时身上阿诺所穿的球衣，正是我们冲锋迷彩，以及到时候球员也会带上这笔全新的冲锋迷彩的球帽，所以请各位好好赶快来抢购我们全面攻占的乐趣喽！我们两杆金，赶快到时候请记得拿得有价票券。